好，来到最后一关了。那感觉这个结下梁子的事情，并没有说特别的惊奇的地方呢。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说偷钱的到底是谁了。那就算我们大概知道是谁偷的，也不确定是否是真的是他的。那应该二十关就会好好介绍说，前面有几个地方的结下梁子原因啊，能够加强一下。要不然我说真的，16到20关，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有点没有太多有太多说服力的地方，就只是很普通的事情而已。我就知道，
好了，那这个章节终于结束了。我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？那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啊？我是偏向于那个效用派的，我不觉得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。而且到就算最后真的被查出来了，你也站不住脚，真的是搞不懂啊。那这一个章节，梁子并没有说的太大。他本来以为说是因为钱的事情造成日后相处的不好，那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也许是在陆云的那边发生事情，因为我记得之前的回忆好像是在一个很大的地方开始，很大的地方那边发生争执啊，所以估计应该是在收容所部分开始有了争执啊，还是说是学习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了。下一次是21到25的部分，那不清楚说是回到现在线还是过去线，这也算是蛮期待的部分了。那游戏部分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